近日周扬青出现在他网红朋友的直播入面，望真啲，同他平时铺的相好不同啊。平时浓妆有 P 图，直播入面他原来是没有化底妆的。网民见到都话比平时相入面的他靓好多，不过他自己就出铺话 ，P 图是网红的基本职业素养，亦是对睇他相的观众的一种尊重，边个都不可以阻止一个处女座的人 P 图。是他最后的坚持，